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名人宅咪咪。咁今日同大家介绍翻 LV 嘅围巾。咁 LV 嘅围巾其实都会比较薄身，咁一年四季其实都啱用嘅。咁第一款披肩咧，佢就用咗同色调嘅 Morrigan 织花，咁佢用咗啲微量嘅金银线，咁令到披肩咧会有啲闪亮嘅效果。咁第二款就系佢最 classic 嘅款啦，咁佢就做咗最经典嘅 Morrigan 图案做装饰，咁用咗丝棉同埋混纺料去制造嘅，咁两个纱线咧就会令到个掩饰咧就会凸显到个对比花啦。咁第三款同第四款其实都系同款，但系就唔同颜色，咁佢都系最新嘅 pattern 嚟嘅。咁佢就用咗羊毛同丝去混合，你会见到佢个 pattern 都比较大嘅，咁就会比较突出啲啦，同埋对比个花纹就比较明显啲。中意嘅可以留言无事揾我，或者加我以下嘅联络方式。